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。今天下午，然后一个粉丝说他要养一只那个杜宾犬，我现在到一个犬舍，咱看看他家的狗狗怎么样哈。咱刚刚来到这一家，咱看看去啊，进去看看，他们家的狗挺多的，我之前也来过。哇，这边有一个萨摩耶，先看看这条萨摩耶。哇塞，这都留着看家。哎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也没法洗澡。再上里面看看去，这院子挺大的哈，你看之前的笼子。来到这边看到几只金毛，这都是他家的中母，都是双月桶的，应该都在五六个月吧。这颜色是浅金色的啊。来，到了这边，哎呀，它狗狗挺多的哈，哇，太多了哈。哈士奇、拉巴多，走近一点看看啊。我去，好多好多，都吃的。里面放的是肉末，肉末，这里面得有二三十条。再去那边看看去，他家没人啊，这个犬舍的主人没在这里。我看这边的狗狗啊，哇塞，杜宾啊，杜宾的耳朵没有。我去，霸气，还有马犬，我这是杜宾，我来买你家的宝宝啊，太多了啊，这鸡毛可以，看看那里面还有呢啊，来到这边，哎呀，马犬、哈士奇、金毛、拉布拉多。里面还有好多狗啊，马犬太吵了。这边还有柴犬、柯基，柴犬、柯基啊。这柴犬看着不太好看。这柯基漂亮啊，这柯基，他家的幼犬，关键是他家没人，知道吧？这边有巨贵。还有一只雪哈，你看这边还是金毛拉拉，这也是拉拉，这拉拉得皮肤病了，这拉拉皮肤病，这是螨虫，这是螨虫，那金毛好像也得病了，不得病的话都是皮肤病应该。那个金毛我估计得好几岁了，得十岁往上。胡子都白了，没精神了。这里面呢，那狗狗啊，拿过来看看。这个这母的，拿出去看看去。这里面法斗，还有杜高犬啊，杜高犬，我看看啊。这里面还有杜高、金毛、双月桶金毛啊，你看，漂亮啊。边牧还有边牧。金毛，这边也是金毛，这边也是金毛，又一窝，金毛特别多哈，这个金毛挺多的，这个边牧，这个金毛漂亮啊，这金毛漂亮，五个，法斗也漂亮，走，看看那个小杜宾去啊。啥价？耳朵没剪了呀？剪好了。这是迷你杜宾还是小鹿犬？啊？啊？这是杜宾还是小鹿犬？杜宾。多大了？三个月。我看一下。哟，真好啊，确实是大狗了。一苗七圈了。一苗七圈了。嗯。想卖多少钱？2200。想卖2200，那价格接受不了。说个实在价吧，实在价多少？你老铁出的呀？老铁出1000万钱。1000万钱肯定不行。
那多少钱？啊？你发个卖价吧，你不行再请示请示你爸爸。那二百一嘛。2000买的。啊。行不？肯定不行。你俩这买了还不一样啊？关键是儿子没剪了，你剪好了呢，儿子哦剪好了，好了那为啥没理起来？为啥没理起来？慢慢都理起来了。几个月了？嗯，几个月？四五个月。我发给客户看看吧，看他能相中，但是我没相中。到了一个犬舍那里，他家是迷你的，只剩这一个母的，耳朵也没站起来，那算了吧。我开车来了一趟，你看他家，这里面好多狗，但是没有杜宾了，有杜高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那个杜宾客户也没看上，我给他发视频了，就到这吧。价格我也接受不了，走吧，咱再给他去另外养殖户家里看看去啊，关注一下啊。